真的。希望大家学佛人要懂得降低欲望，因为没有欲望的人心是非常平坦的，叫无欲自然，心如水。希望大家无欲则刚啊，也就是说一个人硬得起来，我能够支撑自己，因为我没有对别人有要求有欲望，不索求别人，你就会变得更加坚强。我们要懂得知足常乐才是人生之道啊。